轿车后边这块玻璃是撞破，慢慢是我那拍较少厉害。对头前来看，车头嘛规拢内底，这台车真正弄一个密密麻麻。车主是台北市议员甘兆丰，在伊下载啊赛车走行程，伫台北市民高架桥轰隆掉。人都没有事，只是车真的是毁损的有点严重吼。前面的车子我看到他已经踩刹车，那我也看到他踩刹车灯也是踩刹车，时速都不快，因为我已经车子完全停下来了，然后看着后照镜就看到后面的游览车就直接的撞上来我的车子。弄一个头前白色轿车，我那活动着，眼就慌慌，头前后边夹着中央，加在人无代志，干那手小快去救着伤，伊赶紧报平安。只是觉得这个当下那个撞击的力道、哦、真的觉得脑子中出现了这个人生的跑马灯、哦、那我觉得那真的很幸运，就是人都没有事情，那很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那我觉得就是不管任何事，在任何的时间、啊、那我觉得大家都要行车平安。所幸无人受伤，肇事驾驶经酒测亦无饮酒情形，当事人于现场有理赔公司，依规定已刑事案件处理完毕。大安分局呼吁驾驶人需留意前方路况，随时做减速刹车准备，保持安全距离。后边有辆车可能无看到头前车拢在动，伊才撞落。目前车是交予保险公司处理，维修可能在30到40万，加载人无要紧，不过应该是有哪有惊到啦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赶紧替您处理 MOD 的遥控器，在自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